山河剑心幕后剧场，别名什么都有。沈乔念网友来信。阿乔哥哥，阿乔哥哥，自一睹您沧浪剑诀的风姿，令人心驰神往。此人倒是颇有眼光。您剑招好看，人也好看，非常期待与您见面。也十分之大胆。不知能否有幸约您今晚在醉月楼一聚？燕宗主，你去哪？不是要去醉月楼？有人心仪我家阿乔，我自然要去帮你长长眼。我也没说要去。